嗨嗨嘿呀，大家好，我是娜娜喵喵串。那我们今天是要来玩我们的重击矿石镇，那我们就走吧。如果喜欢的话，记得跟上我，点我其实知道我的即兴影片。Let's go。然后我们上一集呢是已经邀请了我们的小矮人来我们家帮我们浇花。OK，那今天先来看电视，明天的天气预报下雨吧。OK，赞。好，然后这个是在说什么调查？哦，被包满，好，OK，那我们就不用继续看了。这是什么？看书的少女。好，没用过书签。阅读内容，到下一站，电车停下后，脚步有些不稳，匆匆飘了落下，想要抓住天空中的叶片，没有抓住，落到地面。这是让我们去想象，大家说什么呢？然后呢？下车，然后呢？没有了，哼。然后这边要是赛马跟料理，OK，好，那我们就走吧，Let's go。OK，那我们先采收我们的蜂蜜，还有我们的葡萄。哦，它来了，交给你喽，辛苦你啦。然后我们家的，哎，等一下，我家马呢？你怎么跑出来啦？我好像你不见了，吓死我！那我们先让它浇水。如果说它就是怎么说，我觉得我再给你养一下好了。别睡觉，同学，好。这也要，你要加油哦。好，可以了。那我们就先刚才在讲话就可以了。那我们先去山上看一下山上什么东西可以采，因为有些店不是说那么早就会开的嘛，有没有？所以跟这个鸽子讲一下话好了。那我看一下哦，我们今天有什么花，还是有什么竹笋，还是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采？糟，这边没有。有我们的竹笋，还有更多竹笋。好，上面这边没有了。那我们再走走右边，有小花花，更多的是，哎，不能啊，那应该就没一个，还有小花花，好，我们走吧，我们先去找我们的女神大姐姐，然后先把花花给她，女神大姐姐，这朵花给你的，我不小心给他发布力了，好，没关系，给发布力也 OK，那我们先丢吧。好，你还蛮喜欢的，是不是？那就好，拜拜。哦，这是我们没有看过的，叫蓝，好哦，蓝，请多多指教。OK，那我们这边就完成了，我们先回去，然后先把那个竹笋之类的先丢进我们的那个出货箱，好不好？丢，OK，好，那我们再出门。我们有1783，我是觉得说我们可以先去买一只小鸡。怎么了？你给我好好说明到底是哪里不对？你问哪里？你这个蠢蛋，答案一直都在你自己的心中啊，居然连这都不知道。什么啊？你在看什么？如果没事的话，客人，你对客人那是什么态度？真抱歉，欢迎光临。啊，是 Yuna 啊，你好，是 Yuna，是一头牛，老胡需要一次休息会，客人就交给你了。刚才对不起，哎，那你看到奇怪的地方，就跟你听的一样呀、啊，我被爷爷纠正了，他总是不认同我，每年都是这样，我开始在想，干脆放弃修业算了，修业是这么回事。所以也是我到底在撒什么娇？那个很抱歉，突然让你听我抱怨，有点谢谢你。其实我现在还不是很懂爷爷说的话，但我会继续努力，并相信自己终有一天会明白的。我差不多回去工作了，再见。好，拜拜。那我重新进入一次。OK，我看一下，毛刷，对，毛刷需要800斤。
我们就明天再买好了。那我们今天先来这边。哦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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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哦，11点开，好好好好。那我们先在外面等一下。吓死我，我还又没开。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们等一下，没关系。你要进去，好。啊。OK 。我要等他开门才可以，是不是？那我先来买购买动物。我好喜欢茶色鸡哦，我们先买一只茶色鸡。啊，我取名叫 T 好了，因为我不知道取什么名字。然后我们再买一点鸡饲料好了，买蛇甜粉的吧。好，谢啦。鸡饲料每天都要喂食饲料，投放饲料请从鸡兔的小屋的饲料放处，然后并取出饲料并放入那一个饲料内。好，有几只鸡就请投放几份饲料，忘记投放饲料，鸡的生长速度会变慢，而且不会生蛋。然后可以借喂饲料，可以借喂饲料，为了满怀爱意的饲意动物与动物们的亲密互动非常关键。然后可以跟他说话，然后有那个饲料吃的话，每天都会产一个蛋，好感度高低，生下的蛋的品质有变化。放虎花会腐化。好，敲响鸡兔小屋门前的铃铛就可以放牧去，几个小时后就会自己自动找食物吃，因此不需要再给鸡兔们喂饲料。然后8点会自己回去哦，欸，会自己回去就蛮不错这一点。 OK， 好，那我们这边处理好了，我先上来这里看一下，我们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拿去卖卖，还是送送？好，欸，那我为什么要买鸡饲料 ？OK， 那我现在需要多四样东西，四个面粉，但我觉得买不起，所以我们买3个就好了。好，3个面粉，抱歉，我穷人家。OK， 好。那我们先去我们的矮人那一边。哦，对啊，我觉得我先来忏悔吧，顺便跟他说说话。他还是不想跟我说话，你坐这。那好呗，我们自己再回来。先去找我们的小矮人。嗨，我想给你小花花。OK， 好。然后先跟他一起玩游戏，然后一样是浇水。哇，我真觉得每一天这个是最漫长的日子。OK， 好，来吧来吧来吧。好，这里，我跟人说，把电脑镜头之后，我绝对不要再玩这小游戏了。要不然我就会崩溃。好，这里，好。OK。中间，然后右下角，然后上面，好，这样应该没问题了，可以。那我再把这送给他看看。他也是不太喜欢，很难过。不用，你不用帮我委托工作，我按错键，对不起。然后再继续浇水 ，Let's go。好，你们的熟练度能可以快点长高的话，我就很谢谢了。好，下一个。好，没问题。这里，上面，右下角。OK， 好，没问题。这里，上面，然后在最下面。好，没问题。
好，然后接下来就到你，给你面粉。好，然后我们这边就给它采集好了，三个采集，三个浇水好了。然后一样就是框吧。然后再狂拔，再慢起来。OK，好。呀，这个拔 ，OK，还好。我觉得那么多小游戏呢，这个算仁慈。OK，没问题。那我们这样子等到结束吧。9分，我觉得没问题哦。呀，我看一下，其实，小矮人，天哪，天哪，你看那一丁点的，天哪，一点点让人家好崩溃哦！我可以不要玩游戏的吗？算了，我不玩了。好，那再送给你。那个太让人家崩溃啦！其实我没有玩过那一个动物的。哦，我可以，我们玩一下照顾动物的。尽可能给鸡头放饲料，然后按确定键把饲料放进那个冻箱。中途再次添加，会生气，所以等饲料减少或者是消耗的时候再放。减少会血液喧闹起来，饲料耗尽他们会离开小屋，也不会立马回来。好，可以，懂了，有点麻烦，但应该可以。天啊，对不起，我觉得这个有点麻烦。我觉得我可以保持住两只已经是不错的事情了，你知道吗？好，回来！天啊，我觉得我可以保持住两只已经很不错了。回来啊！太麻烦啦，但是好像赢了，我天哪！不玩了，不玩了，我们走吧。我能去祈祷了吗？参会的时间到底是几点到几点啊？这个已经看过了，不是吗？那我们这边就先不要理他。听他每次听他讲这个好，好长哦。对啊，我又按错了。好，走吧。我跟你说，那个饲养小鸡的小游戏，我玩的第一次，我绝对不要玩第二次。OK， 有小花花。好像没其他东西了。好，那我们就走吧，回家。先把东西该丢一丢的丢一丢，该卖一卖的先卖一卖。好，你，我觉得他这个版本有点问题，我开左左左右都不行，你们知道吗 ？OK， 先回家，然后先把身上的东西全部丢出去。好，
你要交完了没？还要交完了，终于可以啦，没问题。虽然说有点慢，那我们这边腰顶，还不会出来啊？哦，还会出去耶，可以哦。我这个可以放进去里面吧？可以，好。是我们从可以从这里拿出来。哦，我今天拿一份不行吗？那我们这边就先放这，让它在外面溜达溜达。那这边应该没问题吧，小可爱？好，我觉得你很有问题，我还是把你叫去好了。你叫了整天，还没叫完。我直接把你叫完好了。啊，不用客气，你可以回家了。那我们再把我们的东西放回去，走吧，先去挖个矿，看看有什么东西好挖的。噔噔噔噔，噔噔噔噔噔噔，先来泡个温泉，让我带进去。就是一个泡温泉时间，然后又要去挖矿的时间。我觉得我这系列可能会玩300多集耶，因为我觉得那别墅其实说真的好像有点不太容易买。OK，走吧，我们要赌赌运气了。OK，你在哪里？好，真的好多捕获。OK，有，走吧。你在哪里呀？出来，出来！哎，都，我觉得还在这个石头的后面。没有，没有，他发给我好多好多的骨头。其实我蛮好奇，就是每一层就一个楼梯吗？哦，有。哦喂，我觉得我大概知道楼梯会在哪里了。我试试看哦，这边没有啊。好，是我想太多。OK，我们的小牛开始累了。OK，有。这里呢？没有。我好像完全没办法走其他地方了嘛，先把这里拆掉。OK，好。继续敲。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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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。哎呦，我觉得楼梯好难找哦。好，那算了，我们现在就先挖一挖矿。然后我们再回去，再重新开始。好，然后这里，这边蛮多银矿的。我敲，我再敲，我再敲。好，然后我们先去上面吧。我看一下哦，我们剩下体力。OK，好，再回去了。是。OK，然后我们再来泡温泉。哇，每天要这样子轮回超多次，咻咻，我们回来啦！OK，好，差不多了，Let's go，继 续挖矿，继续挖矿。晚上啦，晚上啦，八点啦，八点啦。新锄头，你在哪里？哎，才第一层楼梯，不要这样子，好不好？据我的。预感，这里，然后这边的话，我是觉得在这里没有，哎，其实这样子赚的钱蛮多的，是我错觉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我们把这边敲掉，继续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天，我这个运气是。
有多烂，都没有哎、欸！天啊，我太惨了吧！没有，哦，在旁边而已。好，其实这个我在想，这个吃下去会怎样？好吧，那个添加的那一个东西有点可观。哦，这第三层，你在下吗？我打到剩下40，我们就停了。好，没有的话，那我们这边就开挖吧。OK，牛牛，振作一点，我们还要挖都一阵子呢。感觉这一层楼有的东西不是说很好。好的，好的，我们要回去了，要回去了。再做两颗，再做两颗。好，我们走吧。OK，回家。顺便把我们身上的东西卖一卖。走吧，走吧。8点了，我们家小鸡应该是回的吧？嗯哼。那我先把我身上的东西丢一丢，像是这一个。那我们把一些额外的铜都丢掉好了。好。然后该睡觉了，应该没东西忘记弄吧？嗯，好，走吧。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就先到此了，还是一个很美日的一天。真的呀，我们矿石只有12块，超少。然后其他的有6块。好，那我们觉得我们先到此了。如果喜欢，给个赞，订阅我，去找我的最新影片。那也请大家收看啦，谢谢，拜拜。